跑男与爱情公寓大合影，鹿晗不在 Angelababy 与娄艺潇 C 位争艳。自跑男节目播出以来便备受观众喜爱，节目中邓超、鹿晗、 Baby、 陈赫、李晨、郑恺、王祖蓝等都能给网友带来无数欢乐。此外，每期的嘉宾也是当红明星，令人期待。如此前范丞丞、杨幂等人录制节目都已播出。最新一期节目将迎来焦点情景剧《爱情公寓》的原班演员，鹿晗缺席本期节目。Baby 美照。在跑男中，陈赫是《爱情公寓》的主演演员，如今电影版《爱情公寓》将上映，跑男请来众位演员录制节目，对陈赫可谓是非常暖心。6月7日下午，奔跑吧分享出节目预告，晒出几位跑男在节目中的造型照。 Baby 黄色 T 恤十分劲丽，头戴小帽非常可爱。不过跑男鹿晗确实没有参加本期节目，此前曾因生病缺席录制，令不少粉丝遗憾。跑男与爱情公寓合影。随后跑男官微分享出《爱情公寓》演员的节目造型照，并晒出跑男兄弟团与众演员的合照。照片中可见娄艺潇、邓家佳、孙艺洲、李佳航、李钦明等演员出镜，除了了鹿晗外，其他六位跑男都在。Baby 与娄艺潇坐在中间，堪称双 C 位，两人都是手比剪刀手，十分养眼。王祖蓝求婚节目照。在其他节目预告中，似是有一段王祖蓝向娄艺潇求婚的照片，该段情景剧令人期待，相信肯定会非常有趣。照片中可见，面对王祖蓝的求婚，娄艺潇一脸吃惊，陈赫的表情更是亮了。 Baby 节目照。Angelababy 近期黑长直发型登上热搜，在即将播出的《跑男爱情公寓》特辑节目中，同样以黑长直亮相，额头前的刘海、搭落双肩的两个辫子，无不显示出 Baby 的少女感，美丽动人。爱情公寓演员合照。跑男合照。网友看到后纷纷评论道，小鹿不在感觉很不适应啊，伐木累，现在缺了谁都不好，就和快本谁都不能缺一样，有点期待王祖蓝求婚这段的。陈赫的表情都亮了，哈哈，大合影中把鹿晗 P 上去吧，期待小鹿再现。Baby 还是那么美，越来越美。